我是公共列车的那一班新年三月三十号，然后瑞芳站南8:35出发的获利哦，1335在念头，稳变获利758次啊，稳变获利在瑞芳瑞芳站南通过。好啦，再见！我小明跟妈咱们多多对我们的祝平安，祝大家妈妈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